新的街头艺人呢？然后呢，今天呢是我们郑雪雪第一次演出，那我们先来访问一下她的名字吧。来，请问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心蕾。那你叫什么？我叫肖星辰。那你叫什么？我叫钟志强。我叫黄宇芬。啊，那今天呢，这位是四个可爱的美女，将会带来非常专业的表演，带给我们全场哈。那我们就掌声有请，再大声一点啊！谢谢。谢谢他们的演出，谢谢。